兄弟们看见了不？111比81，29分大胜秦江，恭喜我山东取得胜利，恭喜高诗燕获得3双。这场比赛说实话咱们打得非常好，是吧？不管是外援还是国内球员都打得非常非常棒。赢一场比赛呢，咱别飘的，咱别说咱能进4强啊，进几强啊，是吧？一场一场的把比赛打好，只要你保持这个势头，这么打下去，保持这个拼劲儿，我相信啊，就算咱输，咱山东球迷们啊也支持咱们。看了吧，兄弟们，滋了，赢球滋了！我操的，这下把高诗燕摁在底下，我操！这个视频过后啊，我会把我解说的第四届的比赛和高诗燕的基金发出来，让大家凑凑，大家喜欢看啥我就发啥。好东西我不能一人偷吃的，我得和大家一块儿分享，是吧，兄弟们？就是我说的还行的，是吧？我的老乡们支持我的，给我点个关注。行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啊一会儿视频上见。